六合敬出家嘛，你看见通解，解通修啊，人人都落三个，落实三个根四个根，不就见通修了吗？然后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全落实了。这一个世界上真有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出现了，这个僧团就拯救世界了。为什么？只要这个僧团出现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灾难真的化解了。社会真的会安定啊，善人出现了啊！我们这个道场没组织，没人管，好不好呢？好，释迦牟尼佛僧团当年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僧团为什么那么都有成就呢？个个人都是老实人，个个人都听话，个个人都正干。啊，不需要组织，不需要这些规章制度，不需要，什么都不要。极乐世界如是啊。啊，他们的工作是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说法。我们还相信，肯定有菩萨在一起的时候分享。啊，他每一天就干这两种事情，不是听教，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共享。多么和乐啊！啊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学院是走这个路子。做出典型出来，做出模范出来。啊，让社会大众看一看佛教本来面目。这是佛教本来面目啊！啊，希望佛门的道场。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一样，它是教学。世俗的教学。圣贤的教学。佛菩萨的教学。啊，这个小小小的教学的地方，目标在哪里？目标在这里培养圣贤，培养佛菩萨来干这个的，不是干别的。出家人啊，把十善业道做出来。
第一个就叫你爱护众生啊，爱众生，当然你就不杀害众生了啊。杀是害众生的第一恶法了，不但不能杀害，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。这个众生不喜欢我，看到我就讨厌，我要让他喜欢。怎样让他喜欢呢？回避他啊，他在的地方我们尽量赶快离开，他欢喜了。等到他什么时候不讨厌了，我们再亲近他。不能让众生啊生烦恼啊。这都是在不杀的这一条包含在内啊。你要晓得，大乘菩萨讲十善业道，展开变成多少条呢？84000习心啊。啊，这一条里面包含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你才真正是敬爱众生。你才真正是落实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。啊，他迷惑，我觉悟了。迷惑的不知道，觉悟的要一心一意照顾他。啊，要爱护他。啊，觉悟了，心得都显露出来了。迷惑的时候，他露出来的是烦恼啊，是造业。啊，业感的果报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。啊，与自性相应的，这不是业。啊，这是经上讲的，万德融成妙身。万德融成妙土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啊，住在这个世间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。一切境缘之中，自然流露的心得啊，十善是心得，无戒是心得六度普贤十愿弥陀48愿全是心得啊，一切处一切时，你流出来是心得，从哪里有啊？从你的眼耳鼻舌身，从你的意念，啊，流出来是自信的心得。心得有光有响啊！光遍照大地，
向普熏世界法界，所以学佛不能不把烦恼习气改掉，放下这个东西，放下自信真实智慧立刻就现前，不用学的。下面说本经离共听法，在第26品，阿弥陀如来开示设方来临之正思曰，正思是菩萨，设方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也称菩萨，他已经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不往生在一，往生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你看经上记载的，阿弥陀如来为他们开示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初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没有不惊讶的。太稀有了，太微妙了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都找不到，都不能跟他相比，不免要问呢，阿弥陀如来，你是怎么建造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微妙且庄严？这四句偈，阿弥陀佛就说明了这个世界怎么来的。我们看念老的解释。道破净土真言，把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原因说明白了，说清楚了，于今所云呢，一味无差了，一味无差，互为表里。该一切空无我，乃求净土者，是真实慧也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真实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所说的，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智慧，
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真实智慧，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本无的一定可以离开啊，也就是可以把它断掉，可以把它放下，它本来没有嘛。本有的决定可以现前，只要把它的障碍抛弃掉了，本有就现前了。诸佛如来啊，有真实智慧啊，我没有啊。这我们凡夫不都是这样感叹吗？我没有啊。其实你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有，只是你有障碍，障碍是你造成的。所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自己造的，只有你自己把它解除，别人没这个能力啊，诸佛如来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障碍去掉。他要有能力把我们障碍去掉，我们就不要修行了，那不就个个都成佛了吗？他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他把这个真正原因告诉你了，我们恍然大悟，我们把障碍放下，智慧不就现前了吗？这个智慧与诸佛如来智慧没两样。这个智慧现前，我们读这个经，来研究这个经，讲解这个经，也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不是，这就不是学来的吗？学来的就不一样啊，不是学来的大家是一样啊。这是净土的真因呐，啊，通达诸法性呐，一切空无我，你就通达诸法性。如果还有我，你就通不了了，你的障碍就现前。啊，必须一切空无我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啊。虽然空无我呢，还专求净佛土。极乐世界就显现。这个四句话不得了啊，为什么？他把建造极乐世界的秘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，把地球建造成跟极乐世界一样。用什么方法？就这四句话啊，我们就有能力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。关键呢，我们肯不肯干呢？二十六品里面所说的，跟这个地方是一位啊，一位无差，一丝毫差别没有，互为表里。盖一切空无我，乃求净土者是真实慧也。啊，这念老讲得清楚啊。
我们要想自信真实智慧露出来，透露出来，你只要把一切空无我做到了，为什么呢？障碍统统排除了，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讲四言四相，第一个讲我相，有我才有人。为什么？分别才有众生，才有寿者。我都没有了，分别就没有。妄想就没有了，这是个根啊。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它怎么会不现前？那当然现前了。你把一切法都当真，把自己身当作我，障碍全起来了。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都不能现前了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居民个个都是一切空无我，弥陀也不例外，所以净土是往生的那些大众跟弥陀自信圆满的显现，唯心所现，没有色变没有阿赖耶摩那的，没有这个东西阿赖耶从哪来的？有我就有阿赖耶了。四相都具足了。我人众生受持。先有四见，后有四相。四见是信息，是转向，四相是境界相。科学家上说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看，专求净佛土，安住一切空，是真正庄严国土也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常常提到，相有性空。事有理空，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。大乘称之为中道第一义谛。
就是这个境界。专求佛净土，不是不干了，真干了。虽然真干了，安住一切空，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为什么这样做法呢？庄严国度，普利众生呐，普度众生呐。国土者，即非国土，是名国土；众生者，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对，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《金刚经》上这些话是摄报土41位法身大士的境界，十法界里头的人不懂啊！何况16道？这个叫诸法实相啊，你看看下面，无生可度啊，终日度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他什么境界？他是妙觉国父，他视线在我们人间，跟我们人间没两样。每一天也穿衣吃饭，也工作。待人接物，得天天干这个事情啊。他心里面呢，心里面是一切空无我。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不但相没有，念头都没有。无生可度啊，终日度生。这是《望经还原观》四德里头随缘妙用啊。威仪有责啊！庄严佛国，佛国理想啊！你看无界的时间，修集的功德来庄严佛土，心里面有着相没着，心里面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，他用的是真心，真心里面是智慧德相，建立水月道场，大作梦中佛寺，这两句话形容阿弥陀佛。我们对这两句话不了解。
菩萨对阿弥陀佛恭敬的五体投地，为什么？菩萨认识他，用我们现在话说，弥陀太伟大了，弥陀太慈悲了，弥陀真正展现的是圆满智慧。会看的看出这一体的妙用啊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原理二边妙其中道，中道不可思议，你能够想到的不是中道，你能够说出来的也不是中道。道德经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二辩不着，中道不存呐，这妙奇啊！圆修圆证，谈之圆证，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。成而无成，无成圆成，多长时间？一念的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，一念清净就现出来。故曰：此即弥陀大愿之本呐，普贤大贤之宗啊！什么是弥陀大愿？什么是普贤大贤？行愿一体，决定不能分开。就愿说弥陀，就行说普贤，普贤跟弥陀是一不是二。愿在行中，行在愿中，融合成一了，成一体了。你一分开错了，分不得也。下面念老接着说：盖名真舍之体，方起真舍智慧。住真舍智慧，故能开化显示真舍之机。这说什么？说佛菩萨度众生，怎么度的？明体是明心见性，你心不明，心没见，你智慧没开，
你拿什么度众生？怎样明心见性？放下就是。都交给你了。都讲清楚，都讲明白了。从放下身见开始。不要再执着这个身是我。身的本质是什么？那得用科学家的精神，锲而不舍去研究、去观察，到底是什么玩意？科学家发现了。就像德国普朗克所说的，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学生也是个大科学家，根据他一生的研究。他说：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看这物质到哪来的？那不是，看错了。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，跟大乘佛法讲的完全一样。”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。境界相从哪来的？从转向变现出来的。变相就是变，转向就是意念。转向从哪里来的？意念从哪里来的？普朗克说不出来，他说无中生有，也没说错。无中生有，佛法不是这样说的。佛法这转向从业相来的，业相是什么？动，动念。自信是不动的，那一动是妄念的。所以佛法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因为凡是有相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这些现象，都是从波动来的。所以现在科学家有所谓弦定律，弹琴弦振动，这个是宇宙的起源，就很相似这种弦的振动佛法讲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就动了，这一动立刻就变现出阿赖耶三细相出来了三细相虽然有顺序，有先后次第，但是你看不出它次第，好像是同时发生的，因为它太快了。你看弥勒菩萨给我讲的一念，就是不觉的一念，一年多长的时间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，
啊，一秒钟就是这个频率有1600兆次，是1600兆分之一，那叫一念。你怎么能知道它？一念不觉，后头接着是念念不觉，麻烦就出来了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现了。还原观上讲的透彻，啊，从一体起二用，啊，一体是自信，真如本性，啊，二用，一真庄严，一报就是世界，是宇宙出现了，一动就出现了，真报是自己。啊，自己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，没有先后啊！啊，无论是依报是正报，都有三种现象。啊，三种周边，三种周边我们可以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物质，我们都知道波动。啊，物质的频率慢，精神的频率快。啊，全是波动，但是它一动呢，都周边法界。那速度多快啊，比光比电不知道快多少倍啊。我们用光去测一个星球啊，那星球上放的光要几年才能到达地球，这光年有几十年、几百年啊、几千年，光才能到达地球。可是我们的物质跟精神的频率立刻周边发现，如果它不能周边发起，那感应就有迟俗了。哦，有感应快，有感应慢的了，会产生这种现象。啊，感应都是历届的，没有迟俗，这周边发起。啊，第二个现象，出生无尽，你没法子想象。啊，所以我们只用万花筒来做比喻，有一点类似，像万花筒一样。啊，谁在那里变呢？分别执着在变。当你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，它就不变；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它就在变的。极其微细的分别执着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佛说了，什么人知道？八地以上知道，七地以下都不知道。
啊，八地菩萨那样的定功，他能看到宇宙的秘密，能看到宇宙和生命的缘起。啊，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，不需要用仪器，他用清净心。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，六道里头的人，用科学的仪器去观察，发现跟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是最后这一关，禅定能见性，科学仪器不能见性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自性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什么仪器对它都没用处。啊，只有更深层次的禅定，你能见到。这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、妙觉，这五个层次的人能看到，它不是假的。那看不是你一个人看到啊，这五个层次的人，他全都看到。啊，所以。我们看不到东西，不可以说没有，也不可以说有。啊，等到你自己提升到那个层次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所以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盖明真实之体，方起真实智慧。住真实智慧，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。意思就是，你有真实慧，你才能够开示众生，才能教化众生，显示出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真实之际就是真相。啊，你才能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那怎么行呢？是，如诸发光啊，环照诸体。光就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光从哪里来？光从诸来的，诸是体啊，诸能放光，这是自性般若之光，能照自性，能照万法所以极乐水鸟、树林、一色一香，悉皆圆明具德。一一皆是芸芸果海，皆是真实之际。这个地方所说的话，句句真实，啊，我们这样才知道啊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全是信德
自然的流露。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。江水鸟，江树林，这是大的。江一色一香，这是微细的。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也。无一不是圆明具德，圆是圆满的自信，明是圆满的智慧。啊，德，德能向好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一切众生，水是众生，鸟也是众生，树林也是众生，一色一香也是众生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。所以众生两个字的含义太广大了。啊，人是众缘和合的而生的。啊，人也是众生。诸佛菩萨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啊，随众生涵盖一切，包括虚空都在里头。啊，他没有众缘，他就不会起现象。只要起现象，无论是自然现象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是众缘和合。啊，所以对。众生两个字的本意我们要清楚啊，不是指很多人，也不是指包括动物，不是的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全包括了，没有一样不是圆明具德。圆明具德就是自信，信德变现的，信德变现的一色一相啊。那一色一相里头，具足圆满的信德，不是信德的一分呢，是圆满。这一桩事情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看过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微尘，我们这个经前面读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一毛一尘很大了，再把它磨成微细的微点呢，啊，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量子有微点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小了，哎，它也是圆明具德。什么意思？这一点里头
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世界的气息。有整个世界的形象啊，好像整个世界浓缩成一点，它一点欠缺都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微尘里头有十法界，有华藏世界，都浓缩在里头，谁能进去？普贤菩萨，等觉的普贤，他有能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，啊，亲近那里面的十方诸佛，供养万法，他能入到那里头去啊。那说不定我们现在就在一粒微尘里头啊，重重无尽的，那个微尘世界还有微尘，微尘里头还有微尘世界，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讲微观世界，是科学家是发现到微尘。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他没发现。啊，世界里头有微尘，微尘就还有世界，他没发现。佛法不能不学，学了佛你才有真实智慧啊！三种真实你得到了，真实之际是体本体啊，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，真实智慧是相啊，真实利益是用啊，自信的体相用，宇宙的体现用，我的体现用，你全得到了啊！你要不在这上面说，真的是迷迷糊糊过了一生啊，糊里糊涂过一生啊，糊里糊涂造业，糊里糊涂受报，这就是佛菩萨所称的可怜悯者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